台湾艺人 Ella 陈嘉桦与老公赖姐夫在农历新年期间回到大马过年，如今则赶场回到了娘家台湾屏东，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多张照片，笑称赶场的过年。这几年受疫情影响，夫妻俩时隔三年终于回到马六甲过年团聚，他不只晒出了多张过年团聚的温馨照片，还有不少道地的美食，图说甚至写上 ONR、Kuota、Yum Sang 等大马过年必备词语，整个超 Malaysian style， 完全融入了大马过年的气氛了。